这世间的遇见，没有对错，没有早晚，有缘的人不请自入，总会驻足，无缘的人奋力争取也是枉然。人与人的遇见是前世注定的，在某个不经意的拐角，无需铺垫，不加修饰，自然纯净。既然喜欢，没有猜疑，无需伪装，笃定不移，干脆简单。遇见没有早晚，不必在最美的华年，在刚刚好的时间遇见刚刚好的人，如玉阳遇见春雨，如朝阳遇见晨露，柔润了谁的情，惊艳了谁的眼，前世五百次的回眸，才换了今生的擦肩而过。今生的缘分早有注定，因此无论你遇见谁，他都是你生命该出现的人，绝非偶然。人生无常，或许一个转身就是天涯，缘分奇妙，或许一次驻足就是永恒。在苦苦寻觅那个懂得的人时，在感慨称心的人太少时，怎么就那么巧，怎么就那么好，一个身影跃入眼帘，从此离不去，走不开。情到深处无由，爱到浓时不语，无需多言，情眉默契，四目相对，眉也喜欢，身也悲惨。珍惜一个人是一种深深的疼惜，绵绵的眷恋，当心与心，互爱升温，当情与情，互敬共暖，那么就是一场魂与魂的相牵。世间向来没有无缘无故的好，也没有平白无故的爱，不要忽视别人的付出，与你有缘的人才愿意包容你的一切。这一生很短，请善待每一个遇见，珍惜每一份情缘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